一身好功夫，因为这部戏受了蛮多的伤。受了什么伤？受了很多伤啦。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小芝春啊，这次一共入围6个奖项，希望今年的能够一举把大奖都带回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回到第49届金钟奖星光大。踩到了啦，拍手拍手，还好，因为我觉得这女主真的非常漂亮，然后我就是只想要很自信的走，往前走就好了。对，好好好。老公可以啊，当然可以接受，老公都可以接受我乐高位。电视金钟奖的时候来到现在，我们好像现在吗？就是我们的少华姐姐。我等一下就立马 APP 问她一下。我看到少华姐姐就要想到过去一年代少华姐姐是不一样啊，老婆一下车就哇，她皮肤很嫩的，然后穿那个黄色衬衫的肤色，我觉得很漂亮。